昨天我看了一部电影，男主角为了和自己心爱的女人永远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就坐飞船飞到宇宙星海的尽头，在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再也不会被别人打扰了。你说，如果真的有火星人存在的话，那么在地球毁灭之前，他们会不会开着飞船来接我们？都2012了，你们怎么还不跑？地球马上就炸了！不是说好的去火星吗？其实宇宙的时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，是平等的。你如果是想拥有更多的财富，那么你就只能比别人行动得更快，实现更多的价值。但却总是有一些比较愚蠢的人用金钱来装扮自己。什么？我戴手表的照片有人拍了，赶紧毁了那个手机。是伟哥。原本手机的外壳呈双层设计，里边的黄色层坚硬厚实，外面的黑色层起到保护缓冲作用。在坚硬外壳的保护下，原本手机的防护级别达到了 IP67，不仅去火星，甚至去水星的热带鱼缸也没有问题。火星得5天，买票还得实名制，订票网站也打不开。硬座买的是硬座。如果说火星人的科技比地球还发达，那么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应该也是打电话。那或者说他们无聊的时候做什么？是不是跟我们一样用手机玩游戏打发时间？不无聊。我带的 Rainbow 手机，电池可以用6天，有的玩儿。Rainbow 手机使用了一块3800毫安时的电池来保证续航时间，采用了4.3寸 IPS 大屏和双核 CPU 来保证运算速度。运行安卓4.0系统，安装各种软件游戏，不仅好玩，而且耐玩。迷不了路，没去过也没关系。手机有卫星导航，火星上也一样的使。Rumble 手机自带有凯立德高德导航地图，还可以安装其他的导航软件，无论你去哪里都永远不会迷失。基于安卓4.0的广泛应用性，网易新闻、腾讯 QQ、新浪微博所有的社交软件都没有问题。火星妹子腰特细，胸特大，用腾讯的微信摇一摇，全都来了。爱情就像是一场运动，你说的必须都是真的，因为你根本欺骗不了你自己。当你很安静的时候，会觉得你心情就像是在银河中流放，你会发现原来的那个你是曾经那么炙热，但在那个时候你只能够一个人对着天空呼喊，呼叫火星电台，呼叫火星飞船电台，火星电台已收到。你们怎么还不到？我都快东拉西了。您可能要再等待一段时间，还要进行国内的交通管制。我靠！Rumble 手机具有专业的首台功能，可以自由设定通信频段，和任何首台都可以连通无阻，包括火星人的短波电台。宇宙飞船也晚点儿，火星人也不靠谱。